台中市凌晨1:43只有8度，我家的妙猫在烘暖炉。第一只公的黄金猫虎斑猫，第二只母的小菲咪有结扎，第三只黑妞黑嘟母的也有结扎，三只都在烘电暖炉。现在台中市只有8度哦，妙猫冷得发抖。他们在烘暖炉，这台上蓬堂的暖炉是老爸跟五哥昨天开车去全国电子买的。他们开车跑了3间大卖场，都买不到卤素灯。后来跑第4间到全国电子才买到这台上蓬堂的小电暖炉。可爱的妙猫很聪明哦，买电暖炉他们今晚就都睡在椅子上，在烘电暖炉。这椅子故意不换的，因为猫咪它会抓椅子，所以椅子都丑丑的，用丑的椅子给它们抓就好了。猫咪会磨爪子，猫咪把我的 QC 的机车粉红豹纹的机车坐垫都把我抓坏，我都还没有去换新的。猫咪在烘电暖炉，猫咪怕冷。第一只黄金猫、虎斑猫，第二只小菲咪，第三只黑妞、黑嘟，都在烘电暖炉。然后第四只木木，可爱木木睡在纸箱，我拿毛衣给它睡觉。第四只母的可爱木木三花猫也在睡觉，怕冷呢，蜷缩在纸箱睡觉。不要吵它，它不要去那里烘电暖炉，那里三只客满了。可爱小猫猫，可爱喵猫，赶快睡觉，很聪明哦。黄金猫、虎斑猫，公的；第二只小菲咪，母的有结扎；第三只黑妞、黑嘟、黑猫也有结扎。三只都在烘暖炉，在庙里烘暖炉。我凌晨现在台中市只有8度，我快冷死了。哇，乖乖哦，跟烘电暖炉哦，跟睡觉。可爱妙猫。